哎呦，抓到两只，抓到只山猪哦！你那遐在喊放屎，太可怜了。哎呦，今天呢，带我们的小少爷，两位少爷呢，来我们的果园啊，这个实地考察，看到没有？天伦呢、啊？天伦，你看到没有？阿妈种的葡萄。这个是草莓，对。哎呦，你好聪明哦！这个一看就是草莓哦，你喜欢的草莓。哎呦 ，Bibi， 葡萄在哪里 ？Bibi， 看葡萄。摸一下。怎样？是辣椒。这个是辣椒，对。哎呀，聪明 ，Bibi， 这个是辣椒。辣椒。你有看阿嬷种的辣椒？你要下来是不是？好。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两只红色的鱼？好大只哦！哪里？哦哟，真的有红色的鱼耶！鱼跑去吃面包了，鱼来了，你看，弟弟，红色的鱼来了，小心哦！哎呦，你有看到下面的鱼吗？你看那个鱼呢，过来的，你看有没有看到鱼？两只，你看红色的鱼啊，红色的有，你看哇，两只哎。两只红色的鱼，阿妈不要放开呢。好，阿妈拿面包喂它。啊，小心忙，弟弟忙。哎、嗯，你怎样？这个是鱼，对，鱼。头，这个是辣椒。这个是葡萄，这个是辣椒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草莓。草莓，哇，碧娜好聪明啊、哦。这个是草莓。草莓。喂鱼。喂鱼，哇，鱼吃面包。你看鱼吃面包，鱼过来，鱼吃面包，鱼吃面包，鱼吃面包，嘿，吃面包，鱼来，这个是草莓，这个是辣椒，这个是鱼，这个是葡萄，哇，连续讲了哟，这个是鱼，它的那个是葡萄，这个是辣椒，这个是草莓，它的中文呢有一点带有一点日本腔。你看鱼要吃面包呢、嗯、你看我儿子今天还穿燕尾服，看鱼要吃面包了，对，现在孩子都做到公位。阿九耶，阿九耶，吃面包，对哦，你有看到鱼吃面包吗？看到了，嗯，哇，做到公位，鱼要吃面包呢。阿九耶，阿九，你有没有去大便？啊，你有没有去大便？怎样？怎样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桑葚。桑葚。桑葚。不然瓜牛。瓜牛？哎呦，真的呢哦，好多瓜牛哦。你看，弟弟。Happy，Happy， 你看瓜牛。瓜牛。哦，瓜牛。这里有瓜牛。瓜牛。你看一下。有瓜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看荆棘了。今天是户外教学活动。弟弟，你看，这里有一颗荆棘。你别砍猎球了。你看，哇，多么温馨的画面。荆棘，荆棘，荆棘开花了。你看，开花了。一个是刚刚学会讲话，一个是会讲日文、中文，已经稍忘得差不多了。所以他们现在讲话其实蛮好玩的。阿九了，懂吗？瓜牛，瓜牛哦，大的瓜牛，你看这里有一只，这边，你看瓜牛，瓜牛，哇，阿弟有瓜牛哎，他在捡地上的小石头，阿弟他有一个习惯，他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拿着他的水壶。足惊啊！嘴大，你知无？小娇，是山猪哦。好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，人家的隔壁果园的阿婆。小娇，是山猪对不对？对，来哦，大大，大大，我们找一堆棒赛啊。皮皮，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哦。真的他跳没啊？还要回家洗澡。镜头有点张，擦一下。我们来看
桑葚，你看。哇，阿妈种的桑葚。桑葚呢，小小颗。这边有大颗的。阿妈种的桑葚。嗯、这边。没有看到，我们来这边看。我、哦、这有一种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免费的校外教学啊！有自己有一个小果园，就是有这样的好处。这个其实很多很多小孩呢，很少会有这种机会，就是可以实地的体验这种农村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农药的、啊、都是阿妈自己种的。哎，屁桃小心哦，等下带不动。虽然水很浅哦，但是呢小朋友不大会游泳，还是很危险的啊，小心一点。哎呦，阿妈种的柠檬，你阿妈一定要给你盖小盐柠檬。柠檬哦，我妈最喜欢就是除了跟人家分享介绍她的卜瓜啦、南瓜啦，然后那个葡萄以外呢，她最得意的就是她的柠檬。阿嬷采柠檬给你看。而且他们出发前呢，全身两位都已经喷好了，喷好了那个防蚊液了，连脸都擦完了。你看花花哈，紫蝶花哈。他一看能给手鸟一包都可以喂。那是脏脏的水，不要不要玩。那是雨水。它钻到一颗柠檬，嗯，辣椒会辣哦，哇，不会辣，无你要泼了一嘴未？那朝天椒我嫌的，哎呦，我北青大大来啊，北青，北青，你刚跑去哪里？啊，大大，来来，哎呦，你刚刚跑去哪里呀？还叫你啊不？嗯，你跑去哪里玩？怎么样？有看到什么好玩的吗？哎，妈妈，哎，九，豆豆来。大姑姑，大姑姑，可以吃哦，好吃哦，神秘果，这个是好吃，好吃。不要喝水，那个雨水很脏。来，阿弟，木瓜在哪里？这个是小木瓜，就长，就长小木瓜。小木瓜有没有？神秘果啦，不要采的。他讲中文的那个腔真的有够赞。我们去看樱桃。哇，有樱桃哎，阿妈有种樱桃哦。樱桃。樱桃，对，我们来看樱桃。啊，这三只哦，想落啊，最近蔬菜拍落呀。哦，恁两个足赞的啊！大大姐姐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好，我们来看樱桃。皮皮来看一下，樱桃哇，还没成熟的樱桃哎，樱桃，哇，皮皮你赚到一颗柠檬哎，那就开始把柠檬当作球来玩了，不知道等一下多多会不会当作网球？妈，接住，多多不玩，多多不想玩，那个是柠檬不是球。哦，还有芭乐，我们这个果园是不是什么都有哎、欸？等一下就搬神头了哦，哎，自己去大便，自己去玩，家己的果园免客气哦。哎，哇，他们有，哦、这个画面真的不错哎哈，天伦啊！你看我们、啊、辛苦了一辈子啊、哦，现在老了呢，有自己的果园，然后呢，现在儿孙满堂。然后重点他儿子又很帅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人生吧啊、哦、尤其是就是在面对外界呢，很多每个每次亲朋好友客人来都说，哦，诶，真点啊，
哦，你好生那样引导啊！我这种他，我觉得我妈的那种成就感呢，应该是蛮多的啦。哦，那再加上呢，现在又有孙子啊，哦，不管是三个小孩呢都生小孩，然后呢都是可以带着孙子来看他们的那个他的战利品，哦，就是不算战利品嘛，就是他的成就。我妈的人生有很多成就啊，现在目前她的成就就是拥有这一些种植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她的帅儿子在这里啊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。然后这个是我妈的白甘蔗，然后这是我妈养的北齐啊，然后呢，现在来到，哎呦，满白了。皮皮，芭乐嘞，你爱吃的芭乐嘞。你看，芭乐，这个呢？芭乐哦。你也搬几条哦。也搬几条。芭乐。芭乐。芭乐，哇。柠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讲中文真的好可爱哦。啊，大大，你给我拍落啊！大大爱跟，但是又懒。然后他就硬要从那边跟过来，然后他在树下，啊，我走了，大大应该会跟过来，哎，大大都爱考，爱对了，你看跟过来了，来了，好，我们来看西瓜，辣椒，哇，整丛的辣椒，不要再采了，满载而归呢哦。哦，自己的果园自己摘啦，哦，摘了柠檬、神秘果、辣椒，还有芭乐。现在呢，奶奶该跟她炫耀呢，她种的西瓜。啊，这西瓜这些西瓜就是我妈切那个西瓜籽啊，她就啊芽就长出来。哎呀，多多你也跟来啊、哦，你跟大大一样跟屁虫哎。哇，满头大汗呢。好赞哦，这个免费的校外教学，然后呢又可以顺便带狗出来放屎尿，他们又可以浇肥，哦，一兼养你看多多说大就大，真男人啊、哦、一兼二狗蒙拉兼洗口啊，很少看我妈在果园呢这么分身乏术的。他平常呢自己就是好好的专心的顾他每一个种的，不管是南瓜、西瓜、冬瓜、北瓜，还有呢所有的芒果啦，然后呢柠檬、葡萄啦，什么洛神花、辣椒、芭乐、草莓、樱桃啊，桑葚、哦、反正就种太多，之前还有茄子、九层塔，然后还有香菜跟很多有的没的，还有葱。现在带两个孙子哦，哦，今天我够跳没？好、哦，但是呢。看得出来我妈是非常的开心，这两个孙子呢也非常的热开心啊，就是觉得很神奇，平常呢在家都是看卡通、看平板、吹冷气啊，可以出来呢体验这个35度，然后没有冷气、没有平板啊，然后呢一切都是大自然的生活呢，这感觉真的非常的棒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散步影片啊。今天的主角呢都放在我们的小孩比较多。好，那狗狗呢，诶、欸、多多还在大便。好，狗狗的部分呢今天就少了一点。不过我觉得还蛮值得纪念的。好啦，跟你们分享到这边呢，今天是礼拜六呢，希望你在的城市，你所有在的地方呢都是非常美好的。然后也祝大家周末愉快。大大 Q 高爷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让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了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